文字形态的话有三个地方，那个注解这里常用注解，然后第一个文字形态点一下，要把字体往下拉，变成 ISO CP2 这个，好，是用大字体，然后在旁边大字体要用什么呢？ Chinese set， 就是中文，就是这三个要改，然后是用前的是，然后再关闭就可以了。